老铁们，到饭点了，简简单单啊，用米饭拌猪油。这个小石头味道一直都保留啊，这玩意健康美味又营养，什么膏什么膏，别听那帮专家和教授。所以他那红六舅，我真想把他一顿 KO 我一顿揍。再给一块头子。搁点小葱花，搁点小盐，哎呀我去，哎呀太香，哎，有点单调哈，没辣椒怎么能行呢？老长时间没吃辣椒油了。来点辣椒油吧，将近一小碗啊，都能吃吗？那是不可能，那不可能吧？干啥呢？一不小心全倒里了。哎呀，抵挡不了他的诱惑，太香了，这玩意儿。哇，你看这小咋上来了？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香大不劲儿的，吃荤油拌饭，你可别细嚼慢咽。咋能吃？不一会儿坨鸡吗？那个坨了，哎，老得劲了，老盖了。